朋友们好啊，欢迎大家来到明哥聊太极，我是明哥。今天是2022年的9月17号，星期六，这里是美国田纳西州。现在的时间呢是美国中部时间的早晨的8点整。那么首先感谢各位打赏的朋友啊，非常感谢。今天呢，我们来聊一个话题，叫太极本无权，本来的本，书本的本。就是原来的意思，本来就是原来的意思。太极本无权，太极就是太极拳的意思。太极本无权，无权就是没有，有无的无。我们聊这个话题，本无权，这个我在若干年以前碰到一个练这个太极拳的人，这个我因为我不能说名字，就是他呢。在看别人打太极拳的时候，他在旁边说话，说了一句什么话呢？他说这个人打的拳啊，他说没有拳。他说没有拳就是无拳，没有拳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他指的是就打得不好，打得不好，或者没有内部没有东西，没有功夫，或者是外形没有功夫，指的是这个意思。那么这个人呢，他还这样说，他说啊，某一个人打拳，他说哎，这打的有拳。他叫有拳指的是什么呢？指的是这个是有功夫，这个人有功夫，内部的功夫外部的功夫有功夫。他说的这个有拳和无拳指的是有功夫和没有功夫。我们今天讲的聊的这个话题啊，太极本无权，这个无权可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有功夫没功夫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太极本无权它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实际上它是太极拳就是无招无式的，它的意思是这个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一般的传统武术，对方的左手打来，我的右手怎么办，腿怎么办，这怎么办，这是拳。他说太极本无拳，是太极不是这样的，太极不是你左手打来我就要右手打去固定好的，太极不是。太极本无拳指的是太极拳是无招无式，明白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太极本无拳就是太极是无招无式的，无招无式的。那么没有固定的招数，没有固定的招数。那么既然这样讲，太极本无拳，那么他我没有拳，那他的本来是什么呢？他没有无招无式，那么他是什么呢？我们用几个东西来形容他啊。就是我们不谈理论，我们用几个东西来形容它。太极拳是什么呢？是一堵墙。说它是一堵墙，指的是呢，太极拳在中定的时候，稳如泰山，无隙可乘，中定的时候，无隙可乘，你没有任何空子可钻，就像一堵墙，啊。就是这就指的太极拳是一堵墙。那么太极拳，太极本无拳，它没有拳，无招无式，但是呢它像一堵墙，它是一堵墙。那么太极除了是一堵墙之外呢，还有太极啊是一块布，布就是我们穿衣服做衣服用的布，布。太极拳是一块布，它是一块布，这个布不很薄，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布就是一块做衣服的布，它是一块布，因为它太薄了，所以我们一碰到它怎么样，它就会变成我们自己的形状了，就是随大到无形，它没有形状，你这块布可能是软的，我们手一碰到它，它就会变成我们全碰到它，它就会变成拳头的模样了，它没有形状。它薄到什么程度呢？薄到无厚，薄
它很薄，布很薄呀。它有多薄呢？它没有厚度，没有厚度，就是没有薄薄，它非常薄，薄到它没有厚度，像一张纸啊，甚至比纸还薄，薄到你厚度都量不出来。但它这种形容，薄到无厚，没有厚度，就是很薄，这个是一块很薄的布。那么它指的就是指的太极拳的无形、无招、无式、无形，就是这个所谓水性无形，像水一样的，水一样的，没有形状，水是没有形状的，布也是没有形状的，你怎么动它都会变形啊。那么就是是一块布啊。水性随心，水性它像水的那个性质，那随你的心意，你这是块布太薄了，你的心意想叫它怎么样它就怎么样，要水性随心，就像水的性质，它随着你的心意去变化啊。这是随着谁的心意呢？随着对方的心意啊。你推手的时候推到我就像一块布呀，你想叫我这变成什么形状我就变成什么形状，我就像一个水呀，随着你的心来变，这是太极拳是一块布的意思。那么说太极拳是一个球啊，第三个，太极拳是一个球，球是一个圆的，对吧？你从哪里都抓不住它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碰到它哪里它都会动，它动的时候呢，只要这个球动，哪怕动一公分，动一点点，它整个球的面积上所有的位置都动一点，没有一个地方是不动的，也就是太极是一个球。什么意思呢？圆润自如啊，圆润自由啊，是一个圆的，是一个圆润的整体。自如就是它往哪里都可以动啊，圆润自如是一个整体啊，通体是一个整体啊。太极是一个球啊，你太极是一个球，它指的也是对方推到我了，碰到我的时候，你碰到我这里，我这里动的时候，你看它像一个球一样，这里动的时候这里也是动的，它是一个球，你碰到这里它是一个球，到这里了它是一个球，它包括在哪个地方都是动，它是一个球。那么太极是一个球。第四个，太极是一个洞，这个洞啊，比如说这个洞很深，我们不知道里面有多深啊，就如临深渊啊，我们看得动，哎，你不知道有多深，你有那种如临深渊的感觉，就非常害怕。这你不知道有多深，你想象你心里多害怕呀，对不对？其实呢，指的是什么呢？太极，为什么说太极是一个洞呢？它是一个洞，就是表示太极是空，它的中心是一个空字，太极是一个洞，洞是什么？洞是不是空的？你要挖一个洞，洞就是因为它没有土了，你把它挖掉了，它是一个洞啊，洞就是一个空的东西啊，洞就是空呀，没有你山洞，你不是空的，它怎么能叫山洞呢？所以太极是一个洞，它是空的。你看人在这里，可是呢，你一去摸它，一去推它，没有了，原来它是空的，它像一个洞一样啊。你跟高手在推手的时候，你就会感到那对方就像一个洞，像你就像一个无底深渊一样，非常害怕。他一动，你还没动呢，你自己先下去了，那就是这种感觉。就所以呢，太极是一个洞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太极是一个空的，你太极拳在这打拳，实际上你看的是我都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是空的。你看上去它是这样，实际上没有，它没有，就是空。这是一个洞，就是太极就是一个洞，意思就是太极是一个空的啊，是空的。好，那么有四个大太
太极本无权，太极是没有权啊。太极是什么呢？是一堵墙，是一块布，是一个球，还是一个什么呢？还是一个洞，哎，一个人是空的，一空的啊。大家把这个四个东西啊，就是这个洞、布、球，还有这个墙，对吧？啊，这四个东西啊，墙啊，这个布啊，一块布的布，还有一个什么呢？就是球，一个球，一个是一个洞。大家呢，仔细呢就体会玩味它啊，玩味它。太极拳是玩的嘛？啊，通过这四个方面，你去，哎，你去玩味它。你看，我是空的，是一个洞，实际上你看到我人在那，哎，这是一个玩味它，很好玩的啊，这个东西。我们今天聊的呢，就是太极本无权，啊，无权是没有，指的是什么呢？指的就是无招无式，它没有招式，没有招式。好，那么这样谈聊到这个地方，我们就开始说那太极这个套路都是招式组成的呀，都是招式组成的呀。那个招式那个套路练，那个开始练套路练招式的目的是什么？哎，最终就是要回到无招无式，要回到这个像墙、像布、像球、像洞的目标，就是要回到这四个东西上来。啊，那么我们串起来说就是什么呢？太极在打拳啊，其太极本无拳哦。我们打他开始练的时候哦，最后是什么？最后他就达到了像一堵墙、像一块布、像一个洞、像一个球，他最后就达到了像那个东西啊。那个套路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的，最终他都是要朝这个目标上去，就是有权要朝无权的方向去走啊。什么意思呢？太极本无权，它本来就是无权的，就是无招式无式的。我们在学习套路、学习招数的过程当中，我们练它的目标，我们原来说过最终的目标是虚无，今天讲了最终的目标就是是一块布、是一个墙、是一个洞、是一个球，对吧？最终讲的这个，它是要回到无招无式的里边去，就意思就是这个意思。好，那么关于这个太极本无权我们就聊到这里。其实呢，这个就和原来的那个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啊，明哥聊太极今天讲的可能就是虚无吧。是的，和虚无可能，原来太极拳就是明哥聊太极，原来聊到过关于太极拳就是虚无，最终的目标是要向虚无的方向去发展去努力，和那个是差不多。但是今天的这个是一堵墙、是一块布、是一个球、是一个洞，这个比喻呢，比虚无呢略为低一个层次，略为低一个层次。虚无是真正到达虚空的境界，那个比这个洞、比这个布更要虚无，更要高级。这只是我们玩太极拳的一个。至于谁能达到这个目标，谁能达到这个目标到什么程度，那是另当别论的啊。好，那么今天关于这个太极本无权我们就聊到这里。这个欢迎大家转发、点赞、收藏、关注，谢谢收看，明天再会。